这个我们好像跟你们交会之后，远远的好像有听到你们哀嚎声。我们每一关都在哀嚎。对啊，每一关都哀嚎。我们也听到你在哀嚎。没有啊，几乎没人见，你们好安静。我们这边很顺畅，你们好安静，完全没有人在做效果。我们是开心，我们很认真的在尽心尽力在开心。你们是要凑满圈数是不是？对，我们目标是每一关都一定要转凑两圈，因为我们想要学每一种动物的叫声。那我想学一下鹿的叫声，怎么发？好扯，好厉害，很烂。那让我问一下，那牛的叫声怎么？哎，猪呢？这是恐龙的，这样代表他们每一关都有学到，对啊，每一关都有学到。那鹿，那把那个鸽子呢？鸽子我们没有知道。哎，鸽子那一关我们没有转到，哎，那就没有收集完成啊！你们没有收集到啊！我还要跟你们对不起嘛？那该不会鸡的声音你们有叫到吧？鸡有哎，而且有两个家伙。三个就是膀胱，三个都说会作战，结果三个都输了。没有，他们两个，我没有，我会作战。不是林英姐跟齐慧，我们俩都会作战啊，就膀胱嘛。然后张秋还把我拉起来，你不是也会作战？对啊。那一关走膀胱，那一关走进去，第一个就讲说，怎么可能会是膀胱呢？落差在这里。哎呦，会不会因为鸡关键胜负关键？请主谋来宣布一下，蓝队跟橘队嘛，对，获胜的是就是转圈数比较少的那队获胜。对不起，我们是梅花鹿队，梅花蓝色衣服嘛，对对对对，梅花鹿队，我们是鸡队，他们是鸡，获胜的是鸡队。耶，我们转的真的很少，实至名归。是 A 四只 ，B 五只 ，C 六只嘛？对啊，我们做错两次啊，好像是七只哎。对，所以那不算，那不算，是你们的问题啊。那我们得平分啊。那没差，你们那你再扣两个，再扣两个啊。哦，所以还是一样啊。对，还是一样。哦，他们这一题也是打两次，错一下。哦，那就不影响胜负。哎，等一下，但是我们刚刚讲到一点，因为只有三次打两次是正确的。对，没错。那我们刚刚讲到一点嘛，就是呢，如果答错的，是不是要抓鬓角绕圈圈？对对对。啊，你出错题目的是不是也要抓鬓角绕圈圈？对，要整个鸡要抓鹿角，你们要再绕圈圈啊，因为你们出错哎。这个有天哪，这个就是制作人跟两个执行制作三个人，三个对，还是坚持也一起啊，坚持也一起啊。有梗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是经典复刻版嘛。对，然后我们平常都是播出之后才发现错误嘛，这次录影的时候就发现错误了，太伟大了，所以超越了经典。这是什么烂梗啊？烂哦！你下次你还屌了嘞？超越什么？你的意思是这样吗？哦，超越什么经典？烂透了，还屌不起了嘞！可是这一关又呼应了一件事。跟迪哥同一队又没我，我还跟你讲，我本来就不想赢，我赢干嘛？那你顾一下你队友啊！你看这个已经笑不出来了，我已经放弃了，放弃了，明天再吃，明天再吃，沟通好了。所以齐慧跟迪恩要加入他们一家人的行列吗？要，我必须。他们三个刚刚的我势必得加了。其实只要没错，膀胱是平手。其实最后，我跟你讲，最后错的都是膀胱，只要没错是没有。我跟你讲，最后错的是高山峰，是他不是我们。我们早就讲了，只要我们两个选了，你不要跟我们选一样就赢了。结果他没有听最后一题，他没有听。是。但是没有，因为那是家常题，你们懂我感受吗？就是家常，而且齐慧主持现在在主持做菜节目哦。对啊，他高手。他们一看到我说，哎，这个你们应该会吧？对啊，膀胱。我怎么去？而且你反驳他们很笃定，就是膀胱嘛。没有，就是他们完全没有犹豫。肯定说我们会做菜，对，我们会做菜，所以就是膀胱。对。哎，那我可以请教一下，就是和平的象征跟毕卡索的原因。关系是什么？这个你一提就对吗？对，我们有
去除法，先去除法。怎么去除？就这个。你怎么分析？你讲的。我先去除了一些很王八蛋的答案，然后后来发现，其实我应该讲出我知道的东西。哦。哎，你们回去看播出了，但是他们讲的理由。我不想看啊。不想看自己节目是怎样？不是，不想等那么久了。没有没有，但我觉得张琪慧的答案比较令人印象深刻。他说鸽子是这个和平的象征，然后他选达文西。然后你知道他为什么选达文西吗？他说那个达文西密码里面啊，汤姆汉克斯走过去有鸽子飞行器。我们这里也讲过，也讲了。你们两个，你看，我们思路是一样。你们两个才是当一家人啦！艺术史的老师会气死，好不好？我听到郑姐答案说，应该不是三个人，和平的象征应该是吴宇森。没有，他是学的，他是致敬，所以鸽子飞走，和平走开了，枪战要开始。哦，那是他营造的氛围。哇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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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有学问。有什么用？你们这是只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因为接下来哈，要请你们移过去。他们要来这，他们要来这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换位置，换位置，我们到旁边，到旁边，我们要吃东西，我们要吃东西了。好，再来，我们就这五个人了，我们有一个七十的。一样从最低的先选定锅，先不开。好，来，指数最高最高的是三十，最低的是五趴，有两个五趴。三十有两个五趴，他们很明显本来是要想给林英姐翻身的机会。你要参考我的，对，我要参考你的。有两个五趴，哎，我想选这个，他想选。不是，你可以先选吧。我也是，因为我是九十啊，我一定是最后一个。这个好，站过去。好，然后我刚讲了，我想选这个，因为我七十五的，所以我第二个选这个。好，那我这个。好，你们那边先选了，那我就选这。好，我就。我选，我帮你选吗？不是，我选这个。我想说，你突然看方向，叫我帮你选。好，我从你找灵感，从你找灵感。两个先一起看。一起看。感觉微妙。鞋子真的。哇。孟泽哎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。两个五，还有一个三十啊，两个三十只有一个，三十只有一个，三十只有一个，那这两个就五，那么就是五啊，一二三，开，哇，真的是五哎，哇，毫无悬念，来来来，请用点心，点心，蜂蜜奶油松饼跟经典鲜奶茶，哇，我们还是有两个一百，这两姐妹都还没吃到，很补充热量，平常我都会嫌弃冷掉的东西，因为我觉得冷掉东西超难吃。尤其今天这么寒冷的时候，你吃到这东西，我老实说，因为太冷了，我觉得好好吃哦。因为你冷到瑟瑟发抖，有个东西吃进去，而且是甜的，有蜂蜜，有蜂蜜，蜂蜜好。嗯，吃点甜的有热量哎，对，有热量。嗯，因为我五趴的是没有蜂蜜跟没有鲜奶油，就是真的五趴。嗯，就是一块松饼。其实它这个冷冷吃还蛮好，还蛮好吃的。好，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好吃，丁姐还好吗？哎，我还好，我还好，没有赢，因为这个东西是会补赢，就让你变阿补赢。我说，可是你妹妹看起来很想吃。没关系，等一下收工我等一下还要一组啊。我跟你讲，有时候是这样，你无法逃过命运的安排。对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一起加油哦。好了，反正待会剩最后一个关卡了，有始有终。对，好，再看你们两个一定要继续在一起。如果再让你吃不到，我请客。好。好了，那我们就要恭喜橘队吃到东西换指数，恭喜三长两短。这个迪哥总算是在这一关突破一百，可以吃到东西。然后呢，我们这边所有人，包括绝对没有任何人比许梦哲低。对。现在你的敌人只有你自己，然后就算拿最低的，还要再挑战他们，因为这就是我们很冗长的经典游戏。很冗长的经典。对。OK。有两最低趴嘛，有两个。
然后最高是40%。40%，那你也有机会。对，五。哎，我如果抽到五，机会抽到40%，他还是赢你。可是要其他人，其他人对。好，重要了，这个来50%的先选吧。我就他了。哦，好帅哦，好帅哦，有点犹豫。就他，对，就是这个气势，很好。换我吗？65%。对，我就他了。哦，隔壁桌是吧？嗯，好。迪恩，那我就他。好，机会。哦，迪哥那尊那个跟那个，我本来要他的，我想要这两个帅哥中间，这个一样中间。好，那你就选定这个，可以。好，从哪一个开？那个是谁的？这个是我的。好，迪恩，迪恩加油。左边两个。左边迪恩跟迪哥，跟这个吗？不是，对，就这两个。好，数到三，一、二、三。耶！还有机会，你可以试一试一下。对，这个是，这是什么？茶油，茶油鸡呀，经典海鲜炒面，经典海鲜炒面，苦茶油的。再来剩这三个，还有一个是没人选。机会先开，一、二、三，户外卡，五八，抽掉一个，抽掉一个，还有一个五，对哦，还有一个五，所以现在的敌人是那个嘉庆，对，这两个一掀起来就决定胜负了，嗯，来一起吧，好，数到三，一，嘉庆，一、二、三，哇，哎，运势，现在是真的是他的运势，真的是他的运势，真的要是再生下一胎。哎呦呀，真的是要生啊！对啊，哇，恭喜徐凤哲以10%获胜！来来来，先吃先吃先吃！哇，经典海鲜炒面，今天什么都有冠上经典。对，经典苦什么鸡？苦茶油鸡。苦茶油鸡。哎，这个面已经变一球了。真的哎，太冷了。对，太冷了，天气真的太冷。对。但凉凉的吃也是不错，对，把它当凉面。凉面，对，凉面，有够凉，感觉来舔汤匙。但是不是在这时候吃到东西有感动的感觉？真的，我感动，我赢到你了。你什么？我发现说，原来他是代赛，啊？君君的，你也功力啦。哦，他说，哎，一公用台语功力代赛。哦，我无话可说。他这个，他今天不是圈圈日而已。今天不是圈圈日。对啊。那最厉害的就是孟哲了。我们这个很久没有的趴数，竟然是以10%做收。对啊。恭喜徐孟哲要跟我们的饥饿主谋奖金挑战赛。